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刚刚去领了一个快递回来。这个是字节跳动扶贫寄过来的产品了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来自长寿之乡嘉陵的美滋美味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，应该是属于柑橘类，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。打开看一下。哇，好大一个啊，哎呦，这么大一个，这个叫到底叫什么柑啊？这盒子里面好像也没说明啊。是不是他们说的那个粑粑柑啊？拿我们那个握柑的开果器来开啊。可能有一些小伙伴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开果器怎么用。其实它也可以这样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从撬开它的果皮。哇，好大一个！来尝一下甜不甜的，你也尝一下。嗯。好满足啊，好大一个，你看那里面。你看这果肉，水分很足，也很甜，好吃。等一下呢，拿，叫他们过来分，大家吃一点。现在估计都在睡午觉啊。非常多汁。很甜。这个不是沃柑，这是粑粑柑，来自四川的特产啊，是自己就用寄过来的。有大块啊！哎，有大块个。你懂不懂什么叫孔融让梨？小朋友小的要吃小的。来，开了。然后就是。来，过来过来。哦，粑粑柑了。粑粑柑，粑粑柑，哇！这个拿给，你给吗？红的，两个大颗的，小大个，有了，小的，来个红红。我刚刚吃了一个，好吃吗？这里还有，好吃，这个很甜的，你们可以尝一下。那肯定甜的啊，那个，我们试试看。哇！哇，这么大个！那个开火器呢？我拿那个开火器过来。多怕这个，红的。你要开啊，是吧？来，你要开？你能吃得完这么一大一个吗？哎，别等你，你吃不完了，先这个先别开了啊。你跟奶奶吃，然后姐姐这里，那个等一下再开吧。等你有这样喝的呗，喝了吧。好吃吗？甜不甜？好吃，好亮，好甜。白菜。这里给我跟你吃一个。你那个等一下再开嘛，先吃完那个嘛，是不是？这么大一个，你自己又吃不完了。我要大。好大一个，你看，我有比你的脸还大，你看到没有？比你的脸还大。我要大吗？我要大吗？这个能打开吗？能，好猫，好猫，这么大一半。嗯，给一块我啊！哎呀，来，
好吃吗？好的。如果有那个果核要吐出来啊、哦，有没有籽？你那个有没有籽？没有。我刚刚吃那个有点籽的。有那么多？五个吧。好了是吧？老六给了个。老六给了个。好了，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这个白花干真的非常好吃啊，又甜又大个。咱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绿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猪脚。猪脚呢已经处理干净了，就是刮干净了，稍稍给它砍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切好的猪脚就先放到锅里面焯一下水啊，等水下锅。然后呢，放点姜片，再放点米酒，因为我们没有料酒，哎，只能放米酒了。为什么要冷水下锅来焯水呢？就是我听说啊，冷水下锅的话，就是才能把里面那个血沫，很好的把它焯出来。要不然，如果说热水的话，外面马上就收紧了，就里面的很难把它焯出来里面的血沫啊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关火了哈。拿出来清洗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捞出来啊。捞出来清洗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猪脚过上冷水洗一下。我们切点姜。再把陈皮切一下，还有最重要的这个野山竹的皮啊，然后我们把茴香给它烧烧的，这样倒一下。为了更好的入味，就是把它捣烂。起锅烧油，油不要放太多，因为猪脚里面有油。稍稍的爆一下这个香料，这个姜、蒜蓉、陈皮、茴香，全部放里面去稍稍的爆一下，然后把猪脚倒进去。放点盐，酱油，稍稍炒一下，关火，然后呢，把它直接倒到那个高压锅里面去。然后呢，倒入啤酒。
哎呦，嘣！啤酒不就是不要没过猪脚就可以了，差不多。然后呢，盖上锅盖，用高压锅给它大概焖个十分钟左右吧。等着呢。今天早上我们就吃这个菜鲜了，青菜。嗯。对呀、啊。好的。哎呦，都没叫你，你就知道上来吃饭了。马上就可以吃饭了啊！去把姐姐叫上来，快点。去把姐姐叫上来，你说叫姐姐上来吃饭，快点去。不放猪油啊，炒青菜啊。放猪油，没猪油了。嗯。没有猪油了。没有猪油了。对呀、啊。等那个油开一点再放。大家猜一猜，我炒的这个是什么？咸萝卜干啊！我们这个都是平常都是要炒一些咸萝卜干送粥。打开看看这猪脚怎么样啊？刚刚好，收汁收的非常好。哎呀，是不是很有食欲啊？好香。准备开饭啊！热气腾腾的猪脚出锅啦，开饭！哎呀，四个菜啊，咸萝卜干、青菜、土豆丝，有菜必须得喝点啊。然后六嫂呢，那里还剩了一点那个啤酒，这个是这个是老男孩给我们寄过来的那个甜酒啊，我们也喝点。每餐的话，我最多也就能喝这么多了。嗯，请看。六爷，来，咱们举个杯啊！你干杯！嗯，吃饭啊！来尝一尝我们这个猪脚，哎呀，哇！来，刚刚好。三女，给你夹个肉，放这里啊。嗯。嗯，开饭了啊。嗯，肉。给你夹个肉的。女儿吃了那个猪脚了没有？吃了。啊啊啊！好不好吃？味道怎么样？刚刚好。小小六，猪脚好不好吃？好吃啊。年轻哥。嗯。年轻哥。年轻哥，几个？年轻哥。爸爸。哦。吃饭啊。好了，这个猪脚呢，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家常的做法啊。嗯，这个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啊，咱们下期再见了。